大家好，我是作曲、填词、编曲、创作音乐人柳仲贤，好开心今年担任 MACA 流行歌曲创作大赛 Online 2020的评审。虽然疫情将人隔离，但是音乐依然将我们的距离拉近。今年的比赛将会全程 Online 进行，而我亦都会同其他评审 Online 同大家见面。今次大赛除了冠亚季军之外，还会有最佳作曲、最佳填词和我最喜爱歌曲奖诞生的，想你的音乐作品给大家听到，快点来踊跃参加吧。